好，这个是呢用 Motoduno 呢透过蓝牙来做的一个直流马达的一个小车子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控制的程式呢，是用到的是小朋友在用的 S4A 哈，那改了一些设定啊，因为它原本的那个聘角的定义是不一样的。好，我这边呢只要用到键盘就可以遥控了哈。好，那详细呢 S4A 这个聘角的一个定义如何改呢？那之后呢会把它放上网供大家来做参考。